基础练习挑战第一关，基本运球练习。我来看看我们四个人谁的运球基本功最好。来，我来讲一下规则，这样子，就是跨脚，怎么跨都可以的，就是跨脚，哎，跨脚，跨脚，掉了就没。好、哦、多，靠腰已经掉，掉就没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哦，第一关哦。然后第二关是后卫，后卫两人，后卫两人就比较简单。啊，靠，啊，这样就不行。吴明江，跟大家讲说，要平常多练基本功。你看我们多苦口婆心，